哎呀，要得加那个水，真的。你唱歌录什么录？不寂寞，好啦。哎呀，唱的不对呀。你唱着唱着拍的我干啥？拍睡觉呢吗？我是唱歌睡觉吗？我这。你不唱歌听能谁听？来首摇篮曲。小李子要来啊！他说给咱订餐。你快点，赶紧起来，咱的外卖到了。啊，你们吃。俺们吃吧，你也起来，还懒被窝子呀？还眯一会儿。眯什么眯了？你老弟在这还能眯呀、啊？老唱歌。7点多了。赶紧起来吧，快点。早晨起床，我骑电瓶车去送那个姑娘。然后呢，这哥俩啊，来店里睡的，昨天晚上又喝到二半夜，太这个了，真的，他俩在一起跟酒可亲了，还有点腥。德宇上珲春带俩好物件回来，看看，带俩螺，这能盘光的不？你回家自己盘去吧，快点，刷干净拿来的，回家装酒呀，当酒杯呀，不漏当酒杯，嗯。大哥，你要不给你？你大哥不要、啊，你大哥可能能要里边的肉。那肉老大了，不要，上去拉倒。啥玩意都当好东西，给你们看看我订的豆腐脑跟油条。本来这小子是来我们这儿待一宿，然后今天回家的。后来听说我们要种地，强烈也要求要留下来帮我们种地。这不昨天他们就喝到二半夜嘛，然后今天洗送完之后我们吃完了就准备上山了。这哥俩的战场，昨天买点瓜子锅巴还有干果，整两瓶啤酒，完了俩人在这睡的，插电炕一点都不吃亏。这炕我就觉得是给他们自己打的，没事了想喝酒就上这来了。嗨，吃饭等你呢。哎呀，这小生活过的，是吗？哎，昨天晚上我说单嗑点瓜子得了啊、哦，我说别洗了，洗完之后，哎，我的妈，我说洗一个就行，不行喝七俩，哎，我说不洗，非洗七俩，完之后洗这松散，就喝一口就不喝了，完早上起来，这谁洗，有的能喝多少，自己心里没数啊，我说谁当那个傻子要脸，完了我喝多少？完了那马上就没了，你再可以喝一口不喝？完了找我打游戏。打游戏自己爱摸手机往躺下去了，哎呀，对我昨天得投诉他，睡着了，打打游戏就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哎呦，躺下去能赢吗？啊，他说他3点多就醒了，一直没睡，你说显他能起早呢还？那他怎么没给我筷子呢？你买的啥呀？我买的是份牛肉包，我烧了麦，两个麻团。这是我们丰盛的早餐。啊，现拿的麻团啊。哎呦，好，而且，哎呦，超级舒服，我就买了俩的。你知道他俩在店里睡的吗？他俩昨晚走着回来的。他俩走着回来的。嗯的。啊，不对，你不是代驾车给送回来的吗？那你还知？那他俩回家了。我知道啊。他俩回我家了。我知道，我给他送到你家门口。完，我说你俩在家住呗，人家不干，就非要来店里边。完，告诉我你送孩子吧，我们哥俩还想再喝呢。我刚喝完还喝。我没寻思呀，后来到店给我发视频，俩人买的瓜子啥的，把洗啤酒又给我发视频说又喝了。完了早晨那做戏呢，那倒头就睡。是吗？没喝，没喝一口，没动，没看呢。太聊斋的，太热情了。听说咱们种地，心疼他妈大，说啥不走啊？一会儿坐大客车。上高速，我跟你说，正啥给你拦下来。嫌疑犯，咱们举报呗，就说他收钱了。嗯呐，说咱那亏地主吧。他走出来，把我兜里揣点钱给他，完就说咱们丢的，完号咱都拍下来啊。嗯。谁在包里？谁不知道？上车就给举报了。你说话呀。刚下午就困了，是的，早上醒的早，下午啊，这油条里面带馅儿，嗯，我说我天，汉堡，嗯，不知道，
他给你的。嗯，整豆浆正好泡。这豆脑就豆脑一般是吃那个油炸糕，豆脑。不不，豆浆是油炸糕。你跟别样吗？太扁了就行呗。嗯。这玩意儿泡豆浆的。你发现没？这真多。我咋就知道啊？你咋姐？我咋感觉？是都堵他们嘴。你跟他不熟啊？不好意思张嘴，张嘴。该说说，就是不熟才得是说他的。那你昨晚都安排他喝酒了？那我疯了。昨晚我开车一路开着窗回来的。看不着啊？看窗哈睡呗。我告诉你开空调吗？不会开，不会。A C 俩字不认识啊？跳车说了不对不对，我就关了。按下 A C 就行。那也是啊，然后你不按 A C O F 跟 O N 开关摁不会啊？别说了，然后开车怎么都看不到地上的线儿啊？下雨嘛就看不到线儿，后来发现车里面灯一直开着呢。关哥，嘿，姐灯没关呢。回家到地下车库之后，不是把那个雨刷器关了吗？关错了，呜呜的后毛的疼，这个网就把车灭火了。我们擦过去手。加点儿得下个啊，那前后是雨刷是晃的。那你这我学车的时候跟你那个雨刷不一样。不是雨刷不也有一个关吗？OFF 那个拿活肉脑有点多呀。